该基金会七号在北京国中举办着特殊奥林匹克融合活动，总共有500位青少年来共同参加。特别是开幕仪式，有哈雷机车引领会旗来进场。刚一期特殊奥林匹克综合运动开幕仪式由北京国中特教班打击乐团十二名的学生，以鼓声响彻侏罗城的音乐舞蹈演出来甲开直播。所有的运动员和贵宾都被热情的制造所带动，做伙拍棚啊欢乐。江宜市长闵惠亲自主持江宜市特奥融合活动的开幕典礼，对着同学表现相当的感动。江宜市政府结合中华台北特奥，第一次在江宜市办理特殊奥林匹克运动活动的内容，除了有特奥的滚球、保龄球这样的运动赛事外，还有重要的是最近。国际特奥一直在推动的就是非运动项目的家庭论坛，我们要感谢所有的家长们，因为有您的支持，这是非常重要。非运动项目里面的家庭论坛带给我们更有清楚的目标，更清楚的愿景，更知道我们的方向。今年刚一期特殊奥林匹克综合运动总计有三大项目，包括特奥滚球、特奥保龄球和非运动项目的家庭论坛。举办的目的是为了培养着心智障碍者对着运动休闲的兴趣，养成规律运动休闲的习惯。都是透过家庭论坛，和特奥的家长会当分享经验，互相支持鼓励，大家做伙联手，为同学来创造更加健康幸福的生活环境。最新新闻，张玉平、王小帅、嘉义市。彩虹报道。